故事。是啊，早该想到的。龙腹中有老师制造的失败品，这才是故事的起源。哼，如果我们交换立场，如果当初存活下来的是你，那么我作为被舍弃的实验品，原初之人计划中的失败者，一定也想取代你。我会将外貌变成你，学习你的炼金术，创造奇迹生物作为转移注意力的幌子。我会找到破绽，借机除掉你和唯一能看破秘密的旅行者。那样一来，我就能重拾诞生于世间的喜悦了。